小丸子，爸爸来了。爸爸爸，呀，叫什么宝是不？叫爸爸。嫌我了没？嫌你呢。哎呀，嫌我了？你咋在嫌我呀？我看看，我看咋嫌我？哎呀。咱俩这个暗语弄得不孬。我生气了。你愿意生气，你都生气。你俺不管。打你。啊，咱俩成一宝来了是吧？小丸子是爸爸的宝贝。打你。我打你。我打你。你打他。你打他。你叫爸爸打我呀。走了你小丸子，那爸爸一来，然后都把我出卖了，然后都不要我了，你妈都翻脸，你是个啥人？不要你了。不要你了。你不要妈妈了，妈妈哭了。妈妈哭了，小丸子不要妈妈了，妈妈哭了。哎呀，爸爸，你抱。哎呀，爸爸。哎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用的啥招啊？你把小丸子弄得服服帖帖的，你一来他立马都叛变。那，俺对他好，他对俺好。哎。小朋友，再见。我对他不好吗？俺好，俺来一声。下来过来一下，妈妈抱抱。你敢打我一下试试？我打他哈，你不要抱我打他。哎。他打我。他打我了。我打他。我不会，我咋这样啊？俺俩是一事的。你跟着爸爸走吧。别跟着我搁这睡了。俺跟爸爸睡。俺跟爸爸睡。不要你了。不要你了。你走吧。你走吧。愿意去哪儿去哪儿。你觉得？带你。先去哪儿去哪儿。叫你。不要你了。不要你了。俺跟着爸爸走。俺跟爸爸走。俺俩一节儿。俺俩一节儿。再来。叫你了。搂搂爸爸。跟你说，我随时都能把他带走。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产生的差距，虽然你是生他的人，但是他还是跟我近。我都气死了。爸爸好不？爸爸好。妈妈好不？你不好，我打你。你不好，我打你。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对我呀？我咋对你不好了？妈妈欺负你了没？妈妈打我了。那啥，我打你了。哼，不打你。打。我不要你了。我啥，我打你了。那球。哎呀。哎呀，小可爱。